事關咧，我就嚟緊會喺金宵大廈入邊咧，就飾演一個裁縫師傅嘅。最大嘅考驗咧，就係學習一個專業嘅裁縫師佢嘅手勢啦，平時幫啲客人點樣度身啦，佢平時點樣去做一啲手技啦。譬如話今日咧就學習咗點樣去結樓啊，即係用一條繩去整一粒樓出嚟。即係平時我哋喺一啲唐裝上面咪見到好大粒，好似啲花繡咁樣嘅樓嘅嗰啲啦，我哋要學點樣去穿啦，學點樣用衣車啦。原來衣車係冇想象中咁簡單嘅，因為你好難控制佢速度同埋佢嘅走勢啊，即係好容易會歪啦，同埋你又好驚會車我隻手指啦。咁呢一啲係要去學習啦，要克服下個恐懼啦，同埋將勤補拙嘅喺即係雖然時間就有限，但我都會盡量去將今日吸收到嘅嘢係啦，去盡量呢幾日就苦練下啦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快啲撳埋下邊嘅鐘仔 subscribe 啦！